大家好，我系食王，点样啊？呢个风波对于贪靓王本身系 Dixon 嘅，最后呃咗去你度，其实你都 make sense， 你都好贪靓嘅。其实唔好咁讲，我一啲都唔贪靓，我只不过每日敷一块 mask 咁解啫。呢个系大中而教嘅，所以咧，我嗰阵时开紧剧嘅时候咧，我每一日咧都系揸紧车去大埔啦，就敷一块 mask， 由屋企去到啱啱好敷完。喺車上面敷我，最後係凌晨四五點翻工啊嘛，開太早啦，太乾啲。側邊啲人望住我，或者過隧道嘅時候，啲八達通啲人嚇親，哇咁樣醒一醒，係啦，令到大家精神爽利，因為我哋做演員咧，朝頭早補濕一下就好緊要，要貼服啊個妝，所以咧你做呢個貪靚王係當之無愧。但係大祖兒做呢一個餵食王真係名咩啊？名副其實，實至名歸。係啦，兩個都啱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，是的，我覺得食物是我這個人生最不能捨棄的，我可以捨棄丁子朗都不可以捨棄食物。那我今天對的，我不跟食物爭。但我覺得 Joey 很厲害的，他吃極都不會肥，個身的真的很瘦，看到他呢拍的時候個身哇 slim 的，是的。不過呢不過做什麼？做什麼抵給我？你繼續說。我那時候我放出來啦。我咧係永遠個身咧都係 slim 嘅，不過塊面就會比較有福氣啲咯。係啊，真係我覺得一個很好好嘅一個 blessing 嚟嘅。哦，多謝多謝。係啊，新年祝你珠圓玉潤啦，食得是福，富富生威。我祝你，我想講心想事成，但我又唔想你啱啱嗰啲珠圓玉潤會心想事成。係好點啊？我祝你開開心心啊！我真係恭喜你。我真係恭喜你。